为数真的不多的恋爱史当中，有那么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。哪一段？厦门女孩吗？不是。局长，你记错了，那是重庆的。还是成都那个？什么成都那个？哪有那么多地方？那个时候我们是异地恋，然后呢，我去他的那个城市看他。我们一起吃饭，一起度过了两天特别愉快的两天。度过，哇哦！那两天只吃饭吗？然后我说到重点，就在离别的那一刻，因为我跟他在异地，我回去以后呢，就不知道下一次见面会在何时，所以当时特别痛苦的离别。我上了一辆出租车，他上了一辆出租车，然后他赶时间要回去。就在这一刻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前面有一个红灯，他的车停在这里。然后我的车停在他的斜后方，我在车上哭得一塌糊涂，当时就看见，哎，那不是他的车吗？我就赶紧下了车门，跑到他的车门旁边，他摇下车窗，跟我两个人拥吻在一起。哇！就那一个红灯的瞬间，我觉得是这种离别是。后来还见过吗？后来。就分手了。那什么原因分手的呢？啊，那天勒得太痛了。那天勒得。我觉得那个司机为什么不就是绿灯也不走？拥吻以后我没有看清到底是变灯没有，但是我觉得那一瞬间特别的长。你可能都没有看清那个车里面是不是你女朋友。哇可是你女朋友送完你之后就赶另外一个车走了，就是另外一个厂子，别闹了，就纯真的感情。对，这个我觉得很电影的感觉啊。你看啊，既然连我们的特工啊，在地球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离别的烦恼，地球人就更有这样的困扰了。我们谁先来讲讲看，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火星的解决方案，能够降低这样的一个伤痛？那就我来吧。哎呦，亲自来啊。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火星离别的时候的一个套装。神木生初恋，我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如果情侣之间的离别最痛苦的是什么，就是你一定会经历拥抱。对，你最后一次离别了吗？你要抱对方，其实抱上以后你会更痛苦，一旦抱上，你以前的那些过往都会涌上心头，你会更舍不得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你的拥抱要变得稍微有一点克制。那要抱还是不抱吗？我站了好久了。抱，来准备。说你幸福。啊？怎么了？需要克制是吗？就是快抱，但是你又不想勾起过往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克制自己啊！祝你幸福。哇，之前前锋在出租车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子，真要抱，一打开出租车门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就是想亲。什么叫克制呢？就是你又想碰触对方，可是又不要这么的碰触，因为太伤感了，我们就小碰一下。我看看。你拍一，我拍一。但是大家记住哦，这种碰触没有那么伤感，但是不要太快，太快节奏就不对了。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哎，目前可以了。这样呢就一点都不伤感了，所以一定要克制。是。但是也会有意外发生，对不对？当你碰触的时候啊，有感而发，突然之间双手合并了。哇，有感觉。这个时候感觉又来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感觉你要十指交扣了。哎呀！哇！就在这个时候记住，这种伤感不要扣下去，要这种委婉的感觉，要扣又不扣。鸡爪子。最后还是收住了，感情一定要收住，这才是最唯美的。最后祝你幸福。不会勾起过往，又没有那么伤感，很合理吧。老薛，你把这一套动作连贯来一遍。好，三二一，走。来扣，走，最后萨瓦迪卡，是不是在离别的时候就没有这么伤感了？没毛病。第二步呢，我们决定要分开的时候，最伤感的是什么？是一个致命的转身。
对，你要知道，这个转身一旦转过去，你就不能再回头了。啊，转的人心痛，可是你要知道，最心痛的是转过去的时候，看的那个人更心痛，谁后转谁更难受。对对，谁先转？我告诉你，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大家都不这么难受。转过去以后，虽然不能再转过来，但是还是可以感受到对方。哦，我们最后一次分离要转身了，最后跟你说一声，再见，再见，但是要贴住对方。这样你就可以感受到他，但是你找不到他。梦辰，薛之谦 ，Where are you？ 你在哪 ？Why I cannot find you？ 我能感受到你的体温。Oh, 梦辰，可是我为什么感受不到你？ Oh, 这时候你完全没有回头，但是再也找不到对方了。第三步呢，你们不能再回头了，你们要各自走向自己新的生活。当你走的时候，你多么的心痛，你知道你背后有人，但是你不能转头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火晶。反光镜，你只要拥有这件神器，你再也不需要转身了。你回头就好了嘛。不，这是尊严的问题。你一旦转过去，你就不能再转过来，所以你可以借助这个看着他。哦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我的眼里都是你。你在哪里？多么的实用，这招特别方便，把送他过来开的辆车的反光镜熬下来就可以了。哎哎，梦辰，你是开摩托车来告别的？对呀、啊，摩托车、哦、电动的、哦，这么巧。祝你平安，嗯，祝你幸福。有病，很有病吗？很有病啊。今天大家不是说好了都要走心一点说离别的吗？我这个还不走心吗？你这个真的走心了吗？这多走心啊！我要说一个我觉得还蛮走心的一个感觉，离别分开总会留下很多遗憾，特别是人生当中难过的这种情绪发生的那一瞬间，很多人都特别后悔，好想回到那一刻。我要带来的火星解决方案就是不再让你有任何的遗憾，名字就叫做好好告别沙漏。这个沙漏它跟穿梭时光是有关系的，哦，可以带你回到你觉得人生当中最有遗憾的那一刻，向你最想告别的那一个人表达一下心里面的那份遗憾。谁要来？来试试看，我来操纵。我哦，对，钱枫你说，这是我想遇见未来的一段分别。遇见未来，太棒了，不可以，这一门只能回到过去。到底可不可以？任何的一个时刻都可以。好，我想跟局长来一次分别。哇哇，你已经要离开局长单飞了？你要单飞？现在就给他这个机会啊，局长，不用这个道具，走吧。不，不是单飞哦，我希望我在最幸福的时刻有局长见证，像一个父亲一样把我的手交到剁掉的手上。